嘉义县天狗的本土确诊案累计达到16例，近日通报3例确诊，分别是竹崎1例、民雄2例，拢是因为云林古坑甲台南安南区活动客者感染。目前卫生局已经进行清除资深员甲化学防治喷消。啊，毋过有住户拒绝喷消，卫生局呼吁民众配合防治。若是现场无配合，将开立记罚单，恐惊会罚款6万至30万。该县天狗的确诊数持续增加，第16例有分林古坑、河堡村以及基盘村时间卡者，共住的家人4人 NS1 快筛阴性，全县本土确诊总共16案，分别是梅山、竹崎乡各5例、民雄乡3例、大拿镇2例、太保市1例，离埔主市接获通报1例台南市确诊者卡者，因为位置市中心紧邻果菜市场，县府公所扩大防治范围，落实自清以及加号通知，针对拒绝号各个坑道突破，邀请民众依照防治时间配合紧急防疫工作。经过通知，如无到场配合，有疫情风险的疑虑，会当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会同相关人员以及所长进入实施，积极防堵扩散。目前登革热在国内是属于流行的一个高峰期，那陆陆续续的话，各县市都有出现确诊的一个个案哈。那嘉义县目前累计到昨天已经有16个案例，那大概都是有一些旅游史或者是高风险的一个县市的一个足迹，所以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的民众，如果有到一些高风险的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设备。那我们也会去做各县各乡镇的一个资深员的一个资清，那如果有确诊个案，我们会结合当地的清洁队、卫生所来做一个划分，那请大家一定要来做配合。那尤其最近刚好是那个午后雷阵雨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我们环境的一个资深员资清。那如果有到这边做划分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来配合。那另外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个旅游史或者是接触史，那有症状的话一定要赶快就医。嘉义县有71家的 NS1 快筛合约院所，那如果不清楚可以上卫生局网站或者是洽当地的卫生所，一定要告诉医师你有相关的一个接触史哈，那我们可以早一前发现，避免疫情的一个扩散。那也要呼吁我们的民众出去一定要做一个穿长袖长裤，那尤其到有一些高风险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台北管制署南区管制中心机动防疫队也针对民雄以及大拿镇确诊案实施先后评估，有关查有阳性积水的容器，尤其竹拿、竹崎之间、金州园内以及大型的路口等等，近日可恶不断，民众务必落实循道清路，严防再一波疫情发生。新新闻中的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这家超市就是他的，我们的牛奶凤梨这次叫做夏之雪，卖得非常好。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它是一在凤梨里面比较难养成的品种，在嘉义刚好在市中，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的产品。台湾的农民很辛苦，我们把最好的水果带到日本来，希望大家喜欢。台湾，台湾嘉义 ，Pineapple，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まあ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まあ山口の人でもね、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
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多く生産している嘉義県の知事大昇龍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尤其夏天把它冰一冰以后再吃更好吃。食べやすいです。またあのパインって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全然繊維がな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食べてよ。